近日 ，Angelababy 最早期的影片在网上盛传，引发了热议。因为一直被整容传言包围的 Angelababy 一直声称自己零整容，而 Baby 却一直不断被扒出早期杂志照片进行对比，差距较大。因此，这个千古谜题一直被网友讨论着。而此次的视频中 ，Angelababy 也不难被看出和现在的模样有着些许的出入，但是很明显的发现，差距仍然还在嘴部。因此网友纷纷站队，有人觉得 Baby 做了正颌手术，而正颌手术就是整容，也有人觉得牙齿正畸是真心能达到这种效果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整前的 Angelababy 依旧还是很好看的。